宇宙少女璉靖，彩排中受伤，治疗后已无大碍。BNT 新闻讯，韩国女团宇宙少女成员璉靖在4日的 MBC 音乐节目《首 Champion》彩排中因跌倒导致腿部轻微受伤，已前往医院接受了治疗。璉靖在4日的《首 Champion》彩排中不慎跌倒后感到腿部疼痛，随后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。所属社方面当天表示，检查结果显示并无大碍，璉靖已接受了治疗，将正常参加《首 Champion》直播。另外，宇宙少女于2月27日发表了新专辑《Dream Your Dream》，正在进行新曲活动。王荣文，BNT 新闻 DB 图。